可是我只是要求您稍微小一点声，给你放电视，给放音乐，怕人们烦的工作的。我不听，我就不要。我不听，我就不要。你管我呢？我说你呢？什么样没见过？11个记者采访我，都不怕。你记得这个？你甭说，这是我说实话，我不犯法，我是中国的一个公民，我有权利听我的音乐。我又不是喇叭，我又不是放的什么这个大音乐响啊，我一个手机放了半音，我根本这就不算个什么。你听我也听，这是我说实话。我你这么要有人说话，你还不让你说了，哥哥，这比说话声音还小呢吧？对吗？你直播，你再直播，我就怕，知道吗？我有什么可怕的？真是可笑。相聚，你是我的宝贝，不让你委屈。你是我的最爱，无人能代替。